나왔어. Thank you.
对，要放有自己的。所有的来宾。
样非常精彩的表演。志堂开工顺利，开工大吉，再次热情掌声。
小朋友们再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好吗？今天应该也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来到现场，记录小宝贝最可爱的舞蹈动作哦。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，在每一个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，我们不过是同道的小弟，与朋友各奔东西后才感到生活不易，这些年不好不坏没有惊喜，奔波在城市里陪着我的日子飘零二十多里，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，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再唱歌，我的野摩托虽然有想将你你来做我的野摩托，我可以听你的故事写本小说，我的野摩托经常喝到了，你要拴够强度别让它再乱撞了。哦，亲爱的你，你现在走在遗憾错过的快乐有没有被重新拾起，是不是抱着泡面深深叹气，在每一个约定的最后一个星期，我们不过是同道的小弟，与朋友各奔东西后才感到生活不易，这些年不好不坏没有惊喜，奔波在城市里陪着我的日子飘零二十多里，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，吃肉再唱歌，我的野摩托虽然有颠簸，别嫌弃你会爱上它带来的快乐，我想奖励你来做我的野摩托，我可以听你的故事写本小说，我的野摩托经常喝到了，你要拴好脚步别让它再乱撞了。我们文化资产局我们的老朋友哈，我们的满园主秘，那现场的话还有我们苏立维还有刘立维的助理秘书，另外的话记忆库我们执行长对所有执行长带领的有好多好多的朋友，那现场与会所有的嘉宾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，辛苦的媒体朋友，大家好。真的很开心哦，可以代表现场来参与今天这个盛会。我刚刚跟我们的总经理谈到，我细汉的时阵，哎，还有我们李明哲李议员，那我们文化处文官处，我们的洪秘书，还有我们的团队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今天如果是岁数哈、稍微年长一点点的，应该有共同的记忆。那个记忆的话，就是偷抽甘蔗哦。追着五分车啊来抽甘蔗，来这个抽甘蔗哈。那另外的话就是，如果在蔗田里面的话，应该在田间小路哦，那一群是用那个牛车哦，载运着甘蔗也是一样，有过那种记忆哦。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，这个贵体藤呛贵体那里这个甘蔗是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，然后非常非常难得哈。在我们云林县，在我们虎尾镇，每到了这个县这个季节啊，咱今天特别开工，那接下来有4个月120天的日子里面，我以前因为在辅科大有教书，所以过去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，我来经过哈，那这个藤呛的时候一定要把车窗摇下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恁开始哈，客甘蔗的时阵，咱有迄个藤格啊，整个城市的话，所谓洋溢着甜蜜幸福的那个味道，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。我在这里要请教我们的总经理哈，有没有可能把这样子限定的后味的那种甜蜜的味道，我们可以把它商品化，那那杯空气哦，在这个季节里面，我们可以来卖空气，这个的话是幸福的，是甜蜜的这个。
这个味道，一定要把它保存起来。那透过今天我们开工，我们就可以期待在往后的120天里面，真的是一种奇景哦。那呢，这个火车啊，小火车载着糖的这个小火车的话，会当在咱的后尾，咱的起锅的包中，的啊我们的东市啊，这样子大街小巷，甚至在我们田野当中。所以呢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。那刚刚我们厂长有提到哦，我们已经是115年，真的我们可以品尝到，我们可以来见证。尤其我们的虎尾糖厂，真的是我们糖业的一部活历史哈。那透过这个活历史，我们可以来见证到整个台湾制糖的这个产业。那云林县政府，我们立山县长啊，关心嘛是咱咱婚礼的杂件，所以他对这段的记忆，对这段的历史，他觉得非常非常的甜蜜，而且是非常的珍贵。所以也很感谢啊，我们文官处，然后还有我们记忆库，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因为体认到这样子的一个甜蜜跟珍贵，所以我们也推出了一个三铁同框。那下个礼拜一，我们也即将准备来举行记者会，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开工，我们这个活动才有办法来启动。所以呢，今天这样讲哈，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很棒很棒的滋味。我以前常常讲说，台湾的喝猪鼻有两种，一种是甜的，一种是咸的。这个酱油的味道啊，那也真的是哈，食物里面不可缺。那我们这个甜蜜的味道也是一样，让我们陪伴我们一生。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参与啊我们的开工典礼。那我们也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如果大家哈看到咱的火车小火车载运的咱的感情的时阵，一定要小心。再来的话，我们三铁同框哦。这个用五分车，然后来见证那个台湾最快的我们的高铁，还有一个是年代最久远的我们的这个糖铁哦，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。千言万语在这里的话，要祝福我们的开工非常的顺利。那接下来在这个限定的日子里面，限定的这个甜蜜的氛围里面，我们都一起来怎么样来享受这个甜蜜，最重要还要把甜蜜给带回家。祝福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热烈掌声，谢谢我们副县长的勉励，谢谢。定格3秒钟，好，这边来交一交。糖厂妈祖成为了虎尾糖厂的信仰中心，接下来呢，由邀请我们所有的长官贵宾一同来进行祈福仪式，谢谢。感谢咱各代咱两班啦，以及咱只贵宾吼，今日参加到咱的祈福仪式。来，首先咱来敬献了咱的红中锦鲤，以咱的高文来献上咱的手艺，然后来。用下咱的黄蜂锦鲤，替咱盖上咱的花纹手印，祈求给咱今日这个世纪开张仪式，咱的万万顺利。天地海疆，台糖公司火味甜香，这糖台糖百事特别香，多发无边数百方，求之必应，心温慈小天灾，感谢四方，清香一株同发财，天将拜请普天金箔就红白天尊，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大天尊，中天神主之秘书福大天尊，我会皇宫何国必临鸟林交映英祖天后，天香信庙信家祖天神神，心灵显现必有最纯开光，
平安顺利，拜个你，天山上庄里，上香拜，再拜，三拜，全体集中红罗。感谢的人广东经理和我们的副官副总司，这个人共享花，啊，今日在地里参加我们这个治安直播，啊，这个开工顺利。请进场的献花。
是上天天上国中的余国强，在国强上国强，往远内行。邀请我们的长官贵宾，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们，一同移驾到我们的舞台前面，要来进行演讲。那么，在我们的抛掷仪式之前，要。Thank you.
吱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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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吱